走开，啊、我这里要当家喽，注意哦，这里是我家喽，注意哦。哎呦，他丢错了，我把红木丢给他烧了。是不是准备突袭的警告之类的？那我是不是应该去找工会找人家帮忙？要哦，你要赶快去贴那任务、哦，准备了，拿哦。好哦，贴完之后。哎趁他还没拆我家之前，先把我家给拆了。嗯，啊啊啊啊！聊聊什么？下季提高啊！完了，完了！哇，好吧，塞回去。哦，塞回去，你把谁塞回去？够了，够了，塞回去。奥迪特，对，奥迪特，耶！我有两个比较像样的听课了，那三个才对。纠葛是一段时间会，不然还是拿东西来烧会。啊！我要去打中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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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般的中指。一般的中指我家有啊，穿裤我在外面会打到的，我在外面你会不会打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中指？哎，你的中指不是给我给你的吗？哎，那我真的很衰，还是很幸运，我打第一颗草就有那个中指。哇，那你很幸运的，我当时快把我那边的草地全部都打完了，还没有打到哎。我刚身上有三个，可是已经没有了。血量可以叠加，知道吗？啊，知道啊，看到。嗯，我当然知道啊，你看到我的血量已经叠加上去了、啊。嗯，异次元筒子好用，好用，这么异次元哦，可以装256桶，在同一个桶子里面，超级黑科技，这么好用。这是杜鱼砖吗？哦，是，敲起来超慢的。我把这个全部挖开，看有没有我要的矿物。随身碰。嗯。哦，这是，你藏太多了吧？全家大小都住在这，是不是？杜宇啊，这样子，人家住在那里好好的，你要跟人家挖开？对啊，人家全家住在那里了，你要把人家赶走？当然。人怎么这样？你是不是那什么厂商之类的啊？可能是啊，是在拆违建吗？哦，对，这边是违建啊。哦，你是不是姓柯啊？我是不知道啦。你怎么从里面跑出来了？这么多油弄用得完吗？没关系啊，就是有备无患嘛。嗯，没备就有患。弄起来放啊。对啊，弄起来放啊。那很难做吗，哈姐？超算简单啦、啊，没有超简单。但这是现阶段弄得出来了。嗯，等下弄一个看看。它是 extra utility， 反正是我们接管的那个啦。对，utility 接管的。里面的你要做铁桶，不要做石桶，石桶装六桶而已，铁桶装256。还有什么强化铁桶包装可以装？还有恶魔桶、创造桶。创造桶应该就无限。嗯。啊！我敲了做黄色。UT 什么啊？哦，产生UTI 板太小了吗？哦，好。这个。你是一般的铁桶而已吗？还是强化桶？铁桶，铁桶，这样很便宜耶，
超便宜的。哇哦，做个铁桶啊！哇哦，哇哦，黑科技桶子。哇哦，什么模组？我不知道这个模组包里面有没有。我家帽子拿掉之后看起来好恐怖、哦。就很暗啊。超级暗。都被宠坏了，真的。像我都不戴那个帽子了。魔力钻石。哎呦，我的帽子卖耐久都快没了。我也是啊，剩一半。我是只剩两，就是没看不到红色了。哦哦哦，轻轻碰一下都坏。再摸一下就不见了吧？对，这个怎么做啊？三荧光石，很好做。也太好做了吧？嗯。三荧光石两个橘色燃料，超好做哎、欸。嗯嗯嗯，来，瞧瞧瞧瞧瞧，有没有我要的那个东西呀、啊？是说在这个高度吧？看你看不到，你看不到哦。活化水晶碎片。嗯、啊、嗯，下界水晶要精准采集。幸运。现在跟谁玩啊？跟很多人，很多人。呀，有允凡、哈小、哈小，我不是我的名字是放在最后都怪怪的、啊，可能要往前丢一点、啊。丢第一个吗？四三十四，不知道我在三十四层。耶，捞完了。嗯，感觉不是很好的、哦。嗯，不是用石油去种甘蔗可不可以种？应该不行吧？种出黑甘蔗，黑皮甘蔗吗？哎、欸，好像不错哎、欸，黑甘蔗，可吃起来应该不怎么样吧？哎、欸，时装、這個、很难。问一下，时装穿上去会坏吗？不知道、欸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啊，我觉得好可爱，我要戴这个。我从下趴变呆呆了。呆呆。啊，赌鱼不要。哦，我差点要啊了。嗨、啊，小雨。嗨、啊。接受我的请求。来。接受我。哇，这都是哪里？我家。嗯。嗯嗯嗯嗯，快捞完了这一次，应该太黑了吧？你是被帽子宠坏了？对，嗯，灭去了。看，要一副吗？这是什么？眼镜啊？眼镜吗？下巴帽。好，这样我就可以正常的来擦火把了。你可以穿时装啊，可以穿，这是放在时装内啊。哦、好啊，对啊，然后又被宠坏，好，继续被宠坏，继续，继续，哎呦，我找到你了，就是这个，这个就是我要的，就是你要的，可是你怎么只掉了三片？我还要更多片，还要更多，我还要更多，你还有没有？我们家看起来好恐怖，缺一片啊！嗯，时装不会靠耐久，好啊，开始玩时装了没有啦？来，我为了、啊、我要怎么穿时装？来，你的脚胶旁边有个衣服，没有，你的你打开衣右下角一个、oh, ，I see， 哎、欸，你起了、欸，哇，你看架构，我眼睛太高了，哇。戴很高哦，这么高调。我的眼睛太下面了，嗯，难过，太高了啦。好笑，你可以把它升上去，你可以把它升上去，它可以再升一个叫做那个单什么眼镜的，单品眼镜，钉钉。那怎么？好，我看看。什么蛙哥啊？水蓝宝石。单片眼镜。这个是啥鬼呀、啊？水蓝宝石、
不知道这个咋来的。对不起啊。难过，太高了。太高了，太高还难过、啊。老花，然后就是看东西对，照理说老花眼镜是放鼻子下面啊，可是我们是往额头上推。往额头上推。哦，烫哦。好像没。啊，不然我把它做成太阳眼镜好了啦。这样就真的有一种戴太阳眼镜的感觉。灰色。我先看好清楚，灰色啊，是浅灰色。看好清楚啊！哎呀，看好清楚啊！看好清楚，看好清楚，看好瞬间看错，瞬间变老。嗯，看一下瞎不瞎趴，瞎趴我再看。不行，电脑都能种土豆了。嗯，所以你要骨粉加黑墨囊。嗯，我会去拿。啊，我的天啊，可以吗？嗯，天啊，天怎么了？可以耶，哦，不是啊，我是说那个，他自己走把它用满的，啊，用满了，我自己走用满的，好难点哦，好难点的，哎，很难点，你要点侧面啊，然后你不然 shift 啊，没有说岩浆，因为岩浆不是一格一格的，哦、不好捞啊、嗯，你去把岩浆捞满，对啊，捞满了、啊，256，我觉得小雨好像，喵。你开到几点？不知道哎、欸，不知道我会开到几点。我也不知道今天会开到几点。不知道。开心的时候就开久一点。看看我家慢慢变亮一点点。嗯。来，这是送你的骨粉。耶，骨粉蛋啊！得得得得得。得得得。我擦眼。不行，我觉得你好好笑。不行，我看起来好笑。有啦，有比较像是那种。当法库的感觉了啦，对呀、啊哦，太高了。火烧的寂寞，为什么突然火烧的寂寞？眼睛太低了，我被岩浆烫到了。可是我们大部分眼睛应该都跟我一样，杰克的眼睛也是，日式的都是这样子，隐、啊、约的可以正常、嗯、正常、欸。什么东西？你批评我们？可是我在地狱，我在寻找我要的矿物。好不，你在寻找什么？那叫小雨 TP 你过。我在寻找活化水晶，水晶，活化水晶的碎片。我在找今天不是在耕地吗？怎么跑去找水晶？对、啊，因为我要种田的最基础材料是要这个东西。哇，你种田怎么那么帅气？因为以后我要种全部的矿物。好，用种的，对，哇，等你了。所以我现在在收集东西。可是你要找到那个花不好找吧？啊，我现在就在收集那水晶，然后就可以做出它的种子啦。啊、等一下，你这是石头阶梯哦、喔。啊，对啊。好难哦。知道我这样走路好难走、喔。为什么？我有自动跳跃。哦。118我累了。你用不了这么多桶啦，难说。种田种到地狱去，以后等到你开始，你这也都是农才放啊。没有，你后来用不太到，说实在。而且你现在手动，以后等到你工业做好之后，你就直接用机器捞了，用抽的吗？对啊。哦，你不要现在抽啦，好像有道理，好吧。我还是挖挖矿好了，都挖完了，你们我。没关系啊，反正你前期还是会用到一些啦，没那么多，可是还是会用到。对啦，大概只能用到零头而已啦。锄头应该就不用工匠了吧？还是需要吗？你锄头可以不用，但是你可以做个镰刀，可以方便采收。好哦。啊，哇，太快了！绿宝石要用另外一只镐子挖。幸运吗？还是什么？幸运啊。嗯。哪一种锄头？哪一种镰刀？它叫什么？我没带在身上、欸。它是一个镰，它就镰刀啊。你看一下，应该有个什么镰的吧？
连，很像镰刀的形状。我在讲废话，在讲干话试试看。Sorry， 试试看呐、啊。你是不是银根筋不能红了就这样？以前的杰克哪有？以前的杰克不是这样。以前的杰克会说这种话？以前明明就是这样。以前就会说这种话吗？啊啊！